主人分明是相府的人，你来这要送什么？啊，为爷是来送杨凌兄刘军的骨骸。照金票三千两，恁收起来。刘姑娘，你著将这收起来嘛。Thank you.
命来，我不管你性命来。滚你！你不是讲过，怪大姑爷加入来，无事是？我，你甲我讲个清楚，究竟是什么人害死我的大姑？明仔的武功高超，虽然讲行事不行，也不过伊嘛想迄个机会让我逃走。可惜的是，可惜的是，伊拄到一个武艺搁较高强的人。迄个人是啥物人？霍王赵龙。赵龙，谁害死我的大哥？除了霍王赵龙，啥物人有才调害死恁大兄刘坤的？唉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本来是要出手相救林兄，想袂到，迄个霍王赵乐竟然心狠手辣，直到做了林兄台死。啊！你莫搁再讲，莫搁再讲啊！阿娘，我要替大哥报仇。请我你一声拜应咯，拜地寒凉啊！那呢，今后就以家行事，万事拜托你了。拜应啊，安尼对即马去，拜应你都要较委屈一下。可给安排新调换，暗中参天机。虽然是身份调换，你唔免惧怕。有官勇在身边，绝对袂让你露出马脚。官勇，你爱注意，对即马起爱好好照顾韩公主啊。是。但是一定爱切记，千万袂让露出破绽。请王爷放心，一切包在小的身上。唉，我靠。啊，不过我真惊呢，贤弟，
你唔免担心。你若是入京城了后，只要你注意三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有一个教主的李先生，你爱特别忍耐。但是伊天生贪杯。第二件代志，你爱特别留心卫生上因辅助。要第三件代志，贤弟，平时我的母校管教甚严，假使你乃当避免入宫，你就尽量莫入宫去，以免露出破绽。好啦，你只要讲，我拢会记你啦。啊，安尼，咱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哎，老哥。啊，哦，你，哎，你做你放心啦。什么放心？我跟你讲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千万唔通孤家锁出来呢。对，即马起，你要甲我保护王爷。我啊，你爱听伊的话哦。我，哦，哎呀，母傻傻的哦。什么都母傻傻。啊，拜兄啊，来，我这个朋友老公哦。老公啦。伊的心肝真好，真忠啦。你若是跟伊斗阵哦，保证绝对袂吃亏的。嘿嘿，袂啦。但是呢，有两项代志哦，白兄，你都爱较忍耐一下啦。什么两项代志？第一项哦，我甲你讲吼，就是哦，我爱水啦。知影就好。对啦。也第二项代志咧。第二项啊？无啊，无第一项啊，对。啥物咧无？第二项哦，伊都老毛病爱。较慢啦。阿姨哦。虽然是讲会人偷提钱，但是伊拢提好个人，爱去帮助善只人咧。哈，对，嘿，这就叫做啥？哦，趁钱不能开啦，嘿嘿嘿，对。对对，要哪呢？时候无早，拜地，兄弟在此告别。哎，咱今仔要离开，这衫都脱开小换者。金凯生金子。已经经过数月，所以我益州、睦州、大明一带依然是机锋遍地。由此可见，真济一处灾民并未受够恩惠，这其中必有不少的官员暗中施霸、贪赃枉法。朕一定要严办贪赃枉法之徒，以肃大夫曾相平。陛身在。朕命你即日起到睦州、益州、大明一带巡查灾情，真济灾民。朕使你尚方宝剑，若有不肖官员，准你先斩后奏。微臣遵旨。曾相平，令你即时启程去吧。微臣了旨。二叔大人，谢迎谢迎。王爷，下官曾松平叩见王爷。请去请去。王爷今仔日变敢那奇怪。二叔大人，请坐请坐。谢谢。二叔大人，你今日光临，唔知有啥物要甲我指教？不敢，下官将有冤情，所以专工来到王爷小事，并请教育。
御史大人要远行，唔知你要去倒位啊？下官奉旨巡查睦州等地灾区。哦，既然是安尼，安尼小王应该爱办一个酒宴请你啊。不敢，不敢。伊自然对我这款的态度，其中必有重大原因，我也是两早过世。皇爷，下官想要过世。安尼要走啊？是。万岁爷命下官即日启程，不得久留，所以下官想要过世。既然来个是安尼，无小王都无爱留你啊。不敢。过世。谢谢。哎呦，我靠！韩公主啊，你骨卡拢折出来了。我拄仔毋是假甲作祥，我当时有骨卡折出来。哎，我讲韩公主啊，这位曾香飘是一位铁面御史，伫个御史台是真有名呢。连雷相爷甲干面的人都惊伊三分。伊甲阮龙爷的交情真好，每一回伊若来到府内，让阮龙爷是从来冇会跪落来行礼。你今日竟然搁会跪落来行礼，伊的心内一定感觉真袂爽快啊！哈，袂用去让伊跪哦。是啊。啊，我靠！将书书下。韩公主啊，你讲的是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阮王爷甲伊的交情无同啊，而且王爷又搁十分的器重伊，伊每一回若见面，拢嘛是当施礼一个尔。哎呦，寡用啊！啊，你嘛较早甲我讲的，啊，你即马甲我讲都袂赴啊！啊，寡苦。酒菜已经盛好势啊，请王爷用。啊！我干了。哇！伊唔知我是假王爷，挂靠！我若要较注意，一定会叫闹鬼。王爷。王爷，啊，你请用啊，来，我给你捏菜。好，慢，我外行。王爷变啊，伊平常时啊，拢是我伫个伺候的，是安怎最近看到我，敢若亲像做亲眷同款，处处咧想骗我，袂输唔捌我咧，啊，敢咪是？我伺候不久嘞，王爷，我给你停酒。免，我家停甲惯势，我酒量无，你莫就甲我停啦，我家养家。
小军啊，